S 妈妈回应汪小菲发文，生活费、房贷本来协议离婚时是他付，司机费是他付，但两个小孩从出生开始到现在，两个保姆加一个管家，三人每个月费用超过150,000元，都是西元付的。而且透露，汪小菲妈妈张兰今天上午打电话给 S 妈，用微信语音留言骂了他们全家半个小时，气到心跳快停止。